依單 case 真係要講講，其實發生咗好耐啦。不過最近大家太多啲疫情嗰啲 case 咧，疫情嘅嘢不同係咁轉啊，有啲新嘅衍生出嚟啊，咁變到好似冇乜人睇單嘢。就係講緊呢個同樂居，即係喺位於太子尾深水埗頭嗰度咧。啊，咁嗰間嘢咧專係招呼一啲唔好咁講招呼啦，好似好衰咁樣。照顧啊，照顧一啲小朋友，而啲小朋友係比較特別啲嘅，即係可能佢屋企裏邊有啲家庭環境突然間轉變啊，係啦，冇咗人 take over 啲小朋友啊。破碎家庭嗰啲系啦，破碎家庭啊，单亲啊，突然间啊，或者屋企遇到突如其来嘅突变啊，假设可能佢爸爸妈妈或者入咗狱啊，冇人照顾小朋友啊，或者入咗院啊，交通意外什么都好啦，咁就会喺晒呢度啦。所以换句话讲，呢一班小朋友咧，更加比其他要照顾嘅更加特别要加怀照顾，系要关怀关怀，冇错关怀嘅。点知就出事啦？点知佢个关怀咧就变咗闹出丑闻？就是说呢有啲虐儿嘅情况出现，而且唔係一单半单。咁最新呢已经涉及呢最少而家有29个幼童呢係牵涉其中啦，俾人虐待啦，就係俾佢哋嘅教职员呢里面嗰啲人呢係搞啦。咁最少而家呢已经有16个育儿工作者呢就被控对于个看守嘅儿童或者係少年呢係襲击嘅。係因为都几戆居喎。係呀、首先揭发呢就是被人哋喺對面窗望落去露天嗰度發覺，咁跟住户外遊樂場嗰度啊嘛，喺個報警啦，冇錯，係咪先？呢個真係要，我覺得要加許嗰個好市民啊，好似話外佣姐姐定咩嘅拍第一個揭發呢單嘢出嚟嘅。係啊，正所謂寧俾人知，莫俾人見啊嘛，係嘛？即係講得衰啲。係啊，咁啊，當然你家丑不能外傳係嘛？係啊，你有咩可能係咁樣嘅咧？咁啊，跟住到揭發嗰時，啲人就諗就係好似曾經唔知傳出話佢作工嗰陣時講話佢哋唔知道唔得嘅喎。好啊，咁究竟你哋系唔知道自己本身嘅崗位啊、職責啊？咁即系人都知道，香港而家已經唔可以係打細路噶啦，即係嗰啲體罰啊嗰啲，係嘛？冇咗好耐啦，大佬。係政府先至會打細路嘅啫嘛，叫佢打疫苗啊，而家打三分一啊嘛，係嘛？而家政府最緊要打細路，幫佢打疫苗，係啦。啱啊，唔係佢係咁講啊嘛，啱啊，你打疫苗啊，咁但係你體罰呢啲係完全唔啱噶嘛，係嘛？好啊。十几个，跟住抄閉路电视，越揭越多。越揭越多啊！喂，咁你嗰个校长做咩噶？系啊，系咪先？喂，仲要系社企嚟噶，好似冇错冇错，系咪资助机构嚟噶？佢系半个政府涉嫌，即系当中即系报道话啦，就有打头啦，系啊，扯头发啦，掌刮啦，掟落地下啦，冚埋墙，冚埋墙啦，呢啲啦，即系如果佢个正工话我唔知唔得嘅咁样。咁唔得㗎，即係呢個係即唔好話細唔細路啊！都係嗰句名句咯，你同我官講啦咁啊！我無啦啦捉你冚你埋牆，都已經係啊咁又唔得有咩？係啊，咁已經係有罪啦，係嘛？喂，咁真係慘！即係你講明你呢間係糖水鋪，好明顯一定有糖水賣㗎啦。係咁，你嗰個會叫同樂居，加埋叫咩照顧咩弱勢兒童乜乜中心，咁有宗旨㗎嘛？咁我請你嗰陣時，你應該熟讀公司嗰個規矩啊規矩。咁譬如話你入嚟呢一班。我哋見工，我哋即時會問佢嗱，你望望牆嗰九個字，你讀嚟俾我聽。好，咁跟住佢讀咗出嚟，嗱呢個咧就係我哋D 18個宗旨啦，咁樣。咁你最起碼你都知道嗰個宗旨啊。咁如果佢哋係唔知嘅，咁就見工嗰陣時個老細嘅問題啦。咁係咪你老細去助長呢樣嘢啊？或者完全唔監管啊？咁你裝個閉路電視係把 Q 咩？係咪先？喂，做老細最重要就係睇閉路電視啊嘛！做老細咩好做啫？就係睇閉路電視咯。閉路電視有冇人吞 pot 啊？有冇人偷罐頭菠蘿啊？有冇人穿櫃桶底啊？穿櫃桶底啊？有冇人裝閉路電視啊？唔俾我睇啊！裝咗，跟住偷睇女同事群體啊？睇褲啊咁嗰啲係嘛？係啦，有冇偷公司器材啊？偷鉛筆啊？架車？做老細你都唔睇閉路電視，你點做老細係戇居㗎？你係咪先？特別係初初揭發嗰頭。幾日咁警方去搜證時咧，咁好似話對方唔係咁合作，又話嗰啲片咧，佢睇完先交翻俾警方，咁就俾人有質疑啦。就喂，點解你要咁啊？你係咪有啲嘢唔想俾人知，縱容下啲下屬，甚至會唔會你自己可能涉及其中啊？你咁遲先交翻啲嘢，點解要自己睇過先唔第一時間交俾警方咧？咁呢個有多回響啦。咁其後而家就發覺佢哋裏邊咧最少有4.6万小時嘅閉路電視片段，即係46,000。几个钟头嘅片段要睇噶，系啦，咁所以佢就会慢慢逐步先拉到啲人啊，咁样咯，除唔到识除人，真系唔识除。咁嗱，佢几年啊，大佬可能佢就话个院舍好大嘅，楼高两层，加埋个户外楼游乐场啦，即系而家电视我哋新闻片成影到个露天啦，亦都系揭发个主位置之一啦。咁啊，室内镜头有47个闭路电视，
咁而户外咧都装咗六支噶啦，咁啊全部都廿四小时运作嘅。咁我记得嗰阵时好似话有啲又话喂有啲唔 work 啦，有啲话冇录到啊，成嘥气啦，又即系总细胞餐厅咁样，真系唔识讲啦，装晒闭路电视话诶，我哋系啊装晒闭路电视，但系唔 work 噶，系啊装噶咋，装人噶咋，嗱又咁讲，真系有一啲嘅即系装假狗，系啦，真系有啲嘅架餐嘅，系啦，即系咧其实系纯粹咧摆喺度就空下人嘅，有呢啲嘅器材嘅。鸭寮街有得卖，系啊，有好多真系写住系白写明嘅假镜头，系啊，因为呢啲系唔知五蚊定十蚊嘅啫，放黐喺门口咩都好啦，放某啲人有需要啦，有需要啦，咁咪摆喺度，咁等人哋感觉即系以为你睇电视做人装咁样，咁咪唔敢做啲咩嘢咁样，咁但系一间即系呢啲场所啊，或者头先讲嘅餐厅啊咁样啊，佢适当嘅位置、适当嘅闭路电视系真系需要噶嘛，真系需要噶嘛，喂，真系睇到真系好猛，我真系最憎人即系搞。老人家搞小朋友真系最猛，喂最细嗰个受害嘅一岁十个月，两岁都未够，真系最大嗰个就三岁零八个月，真系 P K 到咁，乜佢哋真系唔识讲，通常几多岁先正式识讲嘢，表达自己唔舒服啊咁咯。我谂嗱你真系要去到表识得表达咧，你真系 over 三岁嘅。咁但系你之前咧，佢会有啲例如单字讲东东啊，系啊，好痕啊咁样啊，呢度痕啊咁样，佢都会表达到噶啦，去到两岁嘅时候咁样。但是那件事就是情無可原的，他們情無可原的。我哋去睇嘅时候，例如我同我太太或者同啲家长们都会去讨论嘅，即小朋友喺呢个年纪系咪难凑？好难凑，真系好难凑，真系会睇小眼都唔得，令到嗱睇小眼都唔得啦。即有阵时佢哋可能嗰啲曳啊，或者表达唔到啊，或者不断喊啊，即系会令到。大人是有一个敏感的、但是那个敏感程度我成日都说了，之前我都讲过我分享了、就算怎样令到我们敏感都好，我们都不会去动手、我们即可能会喝止，或者是、用一些叫做 distract 的方法、就去即分散他的注意力，令到他去即、可能就望架车这样，突然间给架车他就可以停止去喊、或者停止那时候的扭计、这样的、作为一个专业的院舍的专业的一些的人士这样，其实他们一些的这些基本的知识应该要有啦，而不是去进行一些的体罚的动作 去教导小朋友，袭击他们啊，括弧教导啊，括弧教导，其实刮个小朋友没用的、是啊，真的没用的、真的没用的，你只会他又不懂、他只会又痛又更加哭这样、所以是奇怪的，是就是、我们有时候说、教小朋友好像教隻狗仔咁樣，咁有陣時適當嘅教導係需要嘅咁樣，但係唔係咁樣咯，一定唔係咁樣咯。喂，同埋你拉即係見翻警方數字拉嗰啲被捕嘅人士，喂廿幾歲後生女又有。是咪啊？老老地嘅中年嘅又有23至63岁，喂，即系你谂唔到嘛？即系、可能有啲老啲嘅，你话嘅，啲咁样嘅括弧啦，标签佢呢啲老姑婆可能心理变态咧，自己冇结婚啊，生唔到小朋友咪搞佢啦。喂，唔系喎，后生女都系咁样做法，咁样对啲小朋友，真系咪火嚟啊？会唔会其实嗱，佢哋同幼稚园教师系有个分别嘅？因为譬如阿科林帮衬嗰啲咧，你系叫做俾足钱。个家长啊，俾足钱个老师或者嗰间学校去培训佢个小朋友，即系教育嘅成分嘅。系啦，咁佢会觉得呢份系一个教育。咁但系如果嗰、那个即系同乐会定同乐居啊，同乐居，同乐居，佢哋唔知道自己嗰个责任嘅。好啊，咁第一咧，佢哋会唔会自己都标签咗啲细路咧？因为好多时拍戏啊，净系拍戏，佢话你啊，屋企人都唔要你啦，你仲喺度喊，你啊冇 Q 用啊，咩咩，其实即系佢已经系。即可能他原本是捞幼稚园教师、但可能譬如入了去这个机构做呢，他会变了这班不是我客来的，是我是收这个资助机构的粮、去照顾他们或者之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或者想歪了那个小朋友的角色的话呢，就会即出现了这种好像、即叫做錯摸咗嗰種行為咧，就會覺得即係啲小朋友咁曳，係因為佢咧就家庭咧就破裂，所以咧我教佢特別勞氣，咁所以我就特別躁啦咁樣。咁但係幼稚園教師唔係喎，佢會覺得哇呢、這個客嚟嘅喎，我釘牌嘅喎，我唔可以呢樣嗰樣嘅喎。即係當然都係，其實兩樣嘢都係犯法嘅，都係唔得嘅。咁、所以其實喺聘請嘅時候，你應該同呢個廿幾歲到六廿幾歲個人，你要講清楚啦。嗱，呢班小朋友咧非同小可㗎，一定要特別多啲愛心。
心，即係照顧佢，因為佢哋本身已經係好 hurt 㗎啦，好慘㗎啦，已經係好悲慘嘅家庭，所以咧你要特別多啲照顧佢啊。咁咧同埋咧，佢咧自細已經冇父母，雖然歲幾啊，咁佢好早已經冇父母照顧啦，所以咧佢哋特別係更加難湊嘅咁樣。咁應該係加重去俾多啲嗰個指引，甚至乎即係如果你個資助機構出得起錢嘅，再俾多啲錢添。咁咧就要等佢更加嚴格去遵守嗰樣嘢啊嘛。好啊，如果即係其實有陣時候有啲錯誤就係個機構咧，就可能本身冇乜錢，又或者可能啲錢唔知去咗行政嗰度。好啊，分落去下邊嗰啲老師咧，又唔係俾得多，又俾可能係即係叫做教幼稚園嗰啲咧，就唔係咁好收入添。咁跟住就入咗嚟做嗰陣時候咧，自己本身又有怨氣，又搞唔清楚個宗旨，有可能判上判啦，又歧視啲小朋友。咁跟住都係嗰個結局咯，咪犯法咯，咪做咗嗰樣嘢。其實即係你好多時你篩選啲人入去做呢啲嘢咧，都唔係可以立亂請嘅。有啲絕對係要專業嘅，即係幼兒教育工作者上好多 course 㗎。係啊，係唔簡單嘅，即係呢個工作係唔簡單嘅。但係幼兒教育工作者其實係要有相關嘅專業嘅，即係甚至乎直頭係有一啲嘅課程係真係叫幼兒教育㗎嘛，咁樣係真係俾而家啲幼稚園老師啊，或者你想做幼稚園嘅職員啊咁樣咧，係去上嘅一啲堂，甚至乎一啲嘅直頭high dip 咁樣嘅課程嚟嘅咁樣。同埋佢見呢啲工咧都嚴啲嘅，佢可能僱主有機會問你：喂，你除咗呢個犯罪記錄冇犯罪記錄通知書咧，仲有一份嘅就係冇涉及呢個性侵或者啲咁樣嘅風化案 case 嘅證明嘅，係啦，佢就課翻專係請呢啲咧，我嚟照顧小朋友嘅。因為有啲補習社都會咁樣嘅要求，話特別係你係男老師，喂，我好多女同學嘅喎，你會唔會特別有什麼傾向啊？你唔麻煩你啦，交一份嚇。以前有冇發生過啲咁樣嘅侵害兒童啊嗰啲 case， 嗰啲風化案 case 嘅證明俾我哋啦。但係而家嗰十幾個係咪全部都係女人嚟㗎？嗱，佢又冇特別提到，應該係有男有女嘅，我相信。報道寫就係拘捕咗16個女子嘅，係啦，報道係咁寫嘅。女子添啊，係啦，全部女子，全部女人喎。咁我相信啲人知會唔會多啲嘅。唔系你估，唔系你估啫，唔系你估。喂，阿通哥有冇试过照顾啲亲戚嘅小朋友啊？我咪就系帮隔篱屋嗰个凑过个僆仔翻学读课咯。我真系惊到飞起啦！点解咁惊？个责任真系重大到，所以我有时明白阿科林嘅嗰阵时，我都讲过啦。节目就系、是、佢爹哋妈咪识嘅喺隔篱啫嘛。咁佢有时真系翻工放工成个真系抽唔到时间，佢俾得张卡我，俾得个锁匙我。嗱、阿乜生，你同我照顾，我得。通哥帮帮手，通哥系啊，通哥帮手，冇问题啊。咪去到敲你门，叫你帮手嗰时候可能好惊喎。你开门嗰时候，边个一开，跟住听到啲听佢睇紧嗰啲片嗰啲声啊？咦何咦何？系算啦，我都系唔好叫你帮我凑小朋友。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年费1000蚊，请即订购支持。